现在的任务就是想办法把外汇赚进来。你去给我查一下全台湾最大的茶公司是哪一个。穆先生，你不是来找我做红茶？台湾茶的未来不在你那个罐头。你想得到的，我们都有在做；你想不到的，我们也有在做。制茶是一门艺术，更是一门生意。两间公司安排不太好，马家是弱小，而你爱伊的所在，是一只完全上锁的。